在那个吊杆在里面，底下阿爸来的。哇，这是钓鱼的小礼物耶！阿姨，它钓到碗里面啊，等一下要煮鱼。嘴巴会打开，按嘛按嘛这样子。现在要把钓竿打开，嗯，啊，等一下被咬到手了啊，啊，吃到你的手了。哇，这个很钓哎，嗯，哇，怎么进这样？嗯，要让它咬到哦。哦。哦，喂，没有钓到。嗯，加油！哇，你钓到，要钓到碗里。哇！哇！掉下去！要比赛，你们两个比赛开始，看谁钓到鱼。有钓到吗？耶，妈妈也钓到了。我心意还没有钓到，哇！你怎么又钓到一只了？嗯，呀，叶宽满也钓到。